God， 防疫期间小孩在地上爬，你真的安心吗？486蒸汽拖把，让你真安心。全程不需要加任何化学药剂，那要用什么？那会干净吗？你家有水吧？拿起这个小水壶，加满水，它可以让你使用两次。倒进去，盖起来，按下开关，只要15秒，立马享受140度的蒸汽清洁。中途加水也不用等，瓦解深层脏污，顽强油垢不让你等。不要看这台四四方方，小小一台，全机强化耐冲撞，还可承受120公斤的重量。手把高度可依个人随时调整，使用角度也相当多元。经由德国杜夫莱因实验室测试，杀菌率高达99.9%，所以像是瓷砖、木头地板、床铺、沙发底下，各种场地、家中任何角落都能轻松打扫。如果家里面有小宝宝，也不用担心会打扰到他，因为他只有15至20分贝。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就是他的清洁部。安一块抹布椅有什么了不起？你这样想就错了。小小一块，它可是经过了真诚专利设计，不仅可以牢牢抓住灰尘脏污，完全不会妨碍蒸汽的穿透力，加上它底部压条结构紧紧锁住蒸汽不外漏，尘螨、杀菌、除味、油垢一击搞定。匹诺多功能蒸汽拖把独家豪华版，只在486团购。现在就搜寻486团购，